布告栏，答案先选看。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。哦，柳丁哥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香蕉哥哥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啊我去换衣服呢。嗯，为什么要换衣服啊？因为啊我刚才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小朋友也正在洗手啊，结果啊他把水龙头开得太大了，就把我的衣服弄湿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小朋友要注意了，你在洗手的时候记得水龙头不要全开，用适量的水来洗手就可以了。哎，香蕉哥哥，那当我们洗完手之后呢，手手会湿湿的，应该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提示吧。第一个提示是用干净的毛巾把手擦干，第二个提示是直接擦在衣服上，第三个提示是不用擦干，直接让水滴在地上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？嗯，这个问题呢小朋友要想一想咯。那现在小朋友赶快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跳舞咯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，等等回来告诉你。不够啊，赶快跟着西瓜哥哥一起跳舞吧 ，Let's go！ 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们要去散步，走到了彩虹森林旁，有条小路，踏着轻快脚步，来到了小木屋，老婆婆亲切挥着手，对我打招呼。上七只小花猪，他们说欢迎
跳给蝴蝶姐姐看哦。看，小朋友，你们都猜到了吗？当我们洗完手之后呢，手肘湿湿的，应该要怎么办呢？是用干净的毛巾把手肘擦干，还是在衣服上面把手擦干，还是不用擦干，让水滴滴到地上呢？正确的答案是用干净的毛巾把手擦干。小朋友要记住哦，不能用脏脏的毛巾来擦手，不然洗干净的手又会沾上细菌喽。如果我们的手肘湿湿的，就往衣服还有裤子上面擦的话，这样啊会很容易让衣服弄湿，而且啊还会弄脏衣服哦。如果你不把手擦干，让水直接滴在地上的话，后面经过的人可能就会滑倒哦。所以小朋友都要记得哦。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